항상 널 사랑했을까 밀어내려 해도 韩剧《太阳的后裔》席卷全亚洲，不止粉丝迷妹忙着追剧，演艺圈不少艺人也都争相模仿。近日就连韩国大势女团 TWICE 也开始仿效剧中男女主角。在最新一期的实境秀 TWICE 的优雅私生活节目预告中，子瑜和队友定妍分别扮成了姜暮烟和刘时镇，重现了双宋 CP 在医院里的经典对话。명주랑은정확히어떻게알아요JYP 선후배사입니다아신분도확실한데그걸꼭확인해야겠습니까只见定妍改编台词说保护美女老人和尤达是我的原则没想到子瑜回说我就属于这三个的其中之一定妍还质疑说不属于吧只见子瑜接着把头发塞到耳朵后面露出他招牌的招风耳还甜笑着说尤达啊搞笑自黑招风耳和星际大战中的经典人物尤达大师很像让粉丝直呼子瑜实在太可爱了也更加期待该集节目的播出